精彩整个表演来做开场之下，南投县政府税务局甲南投邮局联合举办的宣导活动老在展开，现场各单位安排有趣味闯关游戏，甲有奖竞答，以后较唔难安尼。参加进行活动的民众，才会使来参加摸彩，有机会摕大奖。主要要宣导咱啊，咱的税收是咱政府最主要的财源，嘛是咱国家建设、咱县城建设的基础。啊，所以伫遮要呼吁咱乡亲，如果讲咱也要支持咱国家的建设，咱县城建设更加进步，咱大家爱记得讲按时来缴纳税金。除了做相关的宣导活动，主办单位嘛结合社会福利团体来做爱心，亲像捐发票、摕白米，民众参与情形正踊跃。规划当然内容是相当的丰富，在这边可以拿到资税，又可以拿到很多的宣导品，还不错，对不对？对，还不错。增进那个亲子的那种关系都很好。那觉得他奖品丰富吗？都可以啊，不错啊。南投县政府税务局表示，透过安尼大型户外活动，希望增加大家对于租税佮邮政的了解。另外，民众若要办理各种的业务，也使多多利用电脑网络，节省时间，也使制定检讨做环保。记者林云新采访报道。